在外面。我在外面，我在外面。我跟他送我，不是，不是这个人，我不用不用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是地球人。嗯，干嘛？见不得人了。见不得人。我把那个空调关了，怎么了？我不是我在车上，我刚刚送我妈和我侄仔过了关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好的。哎，你这么有钱，我哪敢和你闯天那个东西？对。是吗？快点，快点过来。嗯。嗯。挑什么天？是啊。我昨天找他，我不是在网上看到那个我们买的那个社保吗？好像说没有那个诊断记录的话，现在会被办不了。然后我就找他办。找他这个事啊，他问我啊，对不对？我今天不是过去吗？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今天送我妈的东西。他说那你要不要见一下面？我说不去那么远。明天我明天的话，本来我想明天上来的。快点来吧，哈哈。那对啊，什么时候过来呀、啊？喂，我侄仔，自己在那里玩一个星期，他说我不想玩了，我在家里面睡觉吧，很累了。我回去再找你们吧，好吧？嗯，拜拜。
个。我打咗係16:50，佢應該自己睇錯咗，因為你之前叫佢14。我係打咗16:50，阿妹放。如果係阿妹唔係電視嗰下，我都唔會叫佢接啦，走咗同佢講佢接啦。我係打咗16:50，我啱就做，冇錯，我搞錯。其實佢睇錯，因為個時間過咗去上頭。拜拜。我啱做咗日日車，就條村。應該佢依家係跌緊啦，係零，啱日就。唔知有冇翻工啊？我諗下第叫佢，佢都係之前知道佢自己又嚟，咁你一齊上去啦。好啦。